现在我们装这个台屋型啊，怎么安装？首先我们把它摆在位置，这个槽子放在中间这个位置，然后钉片、螺帽。首先要把这个面削一下，保证这个产品工件在上面写的是垂直的。这个面一定要跟工作台 X 线的要平行。现在我们拿这个百分表来削这个平面。削这个台弧形的基准面，尽量把它削得灵不灵。这么多。我们削到零不零之后，用扳手稍微带紧，再摇一遍。控制在1丝以内。敲的过程中最好用铜棒或者铝棒敲，不能用铁。这样我们削好了，可以直接把它收紧。台弧形专家，装件之前啊，要看着这个毛刺，有个毛刺的时候，把它戳一下，用戳刀戳一下。进去，好了，这个主轴的内锥、主轴内孔要擦点纸擦一下，不然有灰尘进去的。洗刀锥柄放上去容易那个磨损，容易划伤，影响这个精度。轻轻往上一剁。
我们现在用正转啊，然后启动，这是转速。女舰我们可以达到800转左右。走下去，锁紧，刹紧快。两个多手，但是这现在我们不是吃不到，吃不到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柄，可以往下调一点，然后退出来，碰到弓箭退出来，然后锁死，这边我们可以调到，这应该是2次半，我们可以调到10次。然后杀紧九局，然后就可以走到西这个面。西这个旅径我们也可以达到1000转，组织转速可以达到1000转，没事。盘西到清理这个控制台那个台务前的那个底平面的铁屑，然后把刺环那面放在底下，来回拖一下，收紧弓箭，关好开门断电这个，然后启动。我现在的这个弓箭比工作台上这个台户钳要高于台户钳，所以它底下不用加那个平垫。如果这弓箭宽度、厚度不低于这个台户钳，我们在底下垫一块平垫放在底下，两面平放在底下，那样可以操作这个工作台可以好洗一点。它那个精度的话，就是说如果我洗了一个面，换一个面，那如果我垫片的精度不高的话，就影响你这个精度，是吧？对，像这种垫片一般都是需要自己做吗？自己做，你根据这个弓箭的宽度自己做，然后两面磨一下。哦，用平面磨一下。哦，好的，行。现在我们洗第二面，松开，锁住杀紧快，然后我们再调一个。再调个25次吧，然后锁紧，刹紧快，然后我们洗这个面。
朋友，或者是同伴，敲一下，我觉得最多就刀就削了。表面的灰尘一定要擦干净，轻轻的往上一剁，就开始了。太细了，然后我们来用滤镜删掉几颗，把它退出来，进个把它洗。把这个外向的缩进一块，杀菌的杀菌，不杀菌它容易走位，起的直线扭曲的。洗这个线的时候，外线的话，用把这个 S 线的杀菌块杀菌洗这个面。然后我们再顺便洗，这个是外线的杀菌。这个更明显，这个外向的缩进，现在进刀的是多少？两毫米吗？嗯。现在这个进刀量两毫米啊、哦。
我们洗这个像的时候，这个外向的手柄，在底下一个手柄杀紧块，一定要把它杀紧，不然的话洗这个线，直线度不好，容易产生变形。洗这个像的时候，我们把 X 线收紧，一定要收紧，然后 Y 线的松掉，这样洗出来的直角不会变形量太大。你要松掉，然后我们这个剑槽要洗到六个的话，我们打深度。你剑槽前面打孔啊，一个开始，一个两个孔，一个是八个的寸的，它这个那个洗八个的剑槽，八个的孔，那个洗刀也是八个的是吧？洗刀啊，多大的那个槽子的话，多大那个钻头？最好我们用小一点点，因为洗剑槽，假如是八个的，我们洗7.8的，小一点点，能最后关一刀最好。这样它就不产生，剑槽两头偏大。杀紧，力矩的杀紧块，把它收紧，然后锻炼杆开起来，调转速。现在我们对到孔了，可以直接收紧，就是达到800转，然后把这个外形，这个下的杀紧块一定要杀紧。
看看。这多多多少的砖头？烧的，烧的是吧？正常我们这个砖头倒角，我们要磨成45，就夹角90度。普通的我们钻孔都是118度到120度左右。它夹角多少？45度最好。夹角45度啊？夹角这个夹角90度啊。丝锥啊，对，我是用对号孔，然后机油打上那个慢速低速200转，200转，然后踩下转换快关。这样就牙就光滑了。我们现在供这个牙，然后启动反转，然后启动，然后我们把转速调到200左右，220都没关系的，啊，然后踩下这个脚踏开关，它就正转，一直踩不放，但是你感觉到供到位的时候，快到位了，然后放掉，它一个反转，然后慢慢自动退出来。加点润滑油，踩上你那个脚踏开关，踩下去以后，好，现在松开，松开自动推出来，松开脚踏啊，推到，然后关掉，好，打开护罩断电，取消功率，两个位置还好，垂直度也好。WiFi 停线啊，你把我看装上去了。36.53，好，你再换原来那边。36.5是吧？49，50，50，差点死。正常的，这个弓箭这个平硬度的啊，精度完全取决于工作台的那个底平面。这个台户前的底平面。台户前的底平面比底平面呢，那个跟那个跟我们的那个工作台这个水平平行超差2丝，这里也是超差2丝。精度有关系。
但用好的那个公司的那个泰晤士可能好一点。现在我们这个精密泰晤士，它本身各个面都是磨船，强度、硬度都比普通的那个泰晤士质量要好多了。它这个平面度，这两边的平面度只差半尺左右，所以它经过磨船磨出来的。精度要好一点，能保证弓箭的垂直度、平行度、垂直度都能达到。现在用精密泰晤士洗这个弓箭，专家用那个组合压块压起来，洗这个面，洗好了我们再换一个面也可以，就不用再换弓箭了，这样垂直度它能保证，因为它这个。它精密泰晤士，它是一起磨下来的，垂直度都好得很。我们这个精密泰晤士，这个面洗好了，然后在弓箭不动的情况下，翻转90度，洗这个面能保证这个垂直度能达到。大件我们那个泰晤士专加不了的，我们可以用组合压块去压它。压这个组合压块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削这个面，就是干，你削一个基准面出来，这样能保证它的洗下来的垂直度。不然的话，你要这样压的话，弓箭就斜掉了。也要百分表打一下这个表，削正了，这样洗出来总有一个基准面，剩下来别的尺寸都能跟着这个基准面垂直平行。安装。各种家具、工装家具都要把工作台擦干净，防止有铁锈在上面划伤工作台面。我们现在装这个旋转工作台，尽量不要在上面拖。摆在中心的位置，然后对准两个槽，就要上去。我们会转工作台先把这两个螺丝把固定死，放在适当的位置，取中间。然后我们这个中心的会转工作台的中心是模体三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套上去，上面我们随便用回转顶轮或者四顶轮都可以。然后我们来对这个中心，立柱往下压，中心有点偏，我们就左右横向、纵向调一下，然后对准中心，然后。这个线、X 线、Z 线的杀紧，全部杀紧，然后取下3米，这个拿下，这样我们这个回转工作台的中心跟主轴的中心在一条线上，垂直的。我们工作台装好了我们中心也削好了，然后把这个杀紧。杀紧块，杀紧，X 向外向，这个是 X 向，这个是外，这个外向，杀紧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回转工作台调到零位，怎么调呢？松开这个卡扣，然后手可以扳到零，转到零位，手可以轻松的转到零位，然后提起来，收紧。假如我们现在打上6等分的孔，孔位是8个，我们从零位开始，这个是打轻一点，别搞废了。然后我们摇360度，80，然后松掉，再摇。
这是我们现在打的是6点钟的孔，打孔的时候我们这两个杀井要把它杀井。哦，然后再松掉，180度。杀井是防止它穿洞是吧？嗯，现在是多少？杀井的是防止不锈钢工具台松动。那洗匀草不用杀井吧？然后我们再240度，40度300。这样我们这个6等分的孔就出来了，哦，到中心，我们中心刚才已经跑掉了，然后我们再吸个圆，搁这，中央那里装一个，一洗到中间我们要洗个圆，我们一洗到直接下去，容易会跳的，我们用钻头先打个小孔。关掉。我们洗到洗中心那个圆啊，稍微这个不要带得太紧，让它这个能摇动，稍微松一点，然后下去，好，然后收紧。